兄弟们看这儿，车轮擂台赛就是男人一v一大战啊，再也没有傻队友了，全凭实力。这个模式两个人各选三个英雄进行一v一决斗，谁先把对面三个英雄解决就可以获得胜利了。但是就这样也太没有挑战难度了，于是我决定开局让对面两个人，我用最后一个英雄一穿三，怎么样，觉得我能挑战成功的扣个一，点个赞吧。先看一下我选的英雄阿方、罗拉、莫提斯，前两个无所谓啊，毕竟他俩直接送的。为什么选择莫提斯作为压轴呢？有吸血，还有秃脸，伤害也不低，可以说是六边形战士了，就俩字，无敌。搭配上我的理发师皮肤，直接给对面三个人一穿三理个秃瓢。废话不多说了，直接进入游戏。上来就小方同志气愤的踹了两脚，直接送出一血。罗拉也是直接放空枪送掉。此时对面应该觉得我是个憨憨，对面还有三个英雄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哎呦，对面还真是不留后手啊，直接想把我送走。我们先拉扯一下，回个血跟他控好一个距离，他打我咱们就后撤继续回下血，他还嘲讽我，一个小走位躲掉他的普攻，直接冲出去再见两铲子，旋转飞铲加平 A 直接干掉，接着第二个。其实这种最好打了，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往前走，往后拉，往前走，往后拉，看他一下都碰不到我们，咱们直接一个回身反打，两铲子接一个大招，直接抬走下一位。这种长手也比较好打，他咔咔一顿大火箭扔的挺爽，咱们直接冲上去就是两铲子，直接给他理个头条，成功拿下。真男人一v一大战一穿三挑战成功，兄弟们也可以挑战一下一v三啊，把你们成功的截图放在评论区，感觉还是非常有趣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看我玩荒野乱斗的兄弟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